一个四叶草616,666,666,666，兄弟们，这么贵可不可以？满意了吧？我觉得这个定价已经非常变态了啊！由于我们有几百兆，不知道怎么花，没关系。我的天，越花越多，你受得了吗？啊，兄弟们，只要我不离开主世界，咱这 EMC 值也许是花不完了啊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好买太多了，我东西都存不下来。来来来来来，突然就感觉到了一种哇，好爽！兄弟们，终于有点懒人生存的感觉了，终于贴合主题了，好吗？终于贴合主题了，东西有点多，掉地上了。呀，我的东西掉地上了，看一下这是什么？挖掘镐升级版，超级挖掘镐子，不知道干嘛的啊？这个扔掉，这个扔掉。目前启动器这里有一个红色符文，还有个工具替换升级啊，炼金术袋这确实有用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知道有个人让我干嘛吗？评论区里有人让我做这个书，叫炼金术。我想说的是，这个东西它怎么可能能做？哎，不对呀，这书不能做呀。那我这不就可以做了吗？哦，我懂了，你们玩过是吧？就都玩过，就我一个人没玩过，合着加我一个这么懒的作者啊！我操，这什么牛逼水桶？哇，太牛逼了！我自认为我是很懒的了，兄弟们，你们怎么能比我还懒啊？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些个垃圾这个懒人模组的？你们真是的，你们整的我都感觉我不够懒了。刀仙们回家，咱们回家去。我看见了个寂寞君王蛋，兄弟们，这个蛋还有一个粉丝刷怪蛋，然后哎，这个可以带吧？这个，嘿嘿，带上了。腰带，这是个用火把照亮你脚下的黑暗，洞穴魔力火把。我现在腰上带的啥？我现在腰上带的是二段跳，那这个不要，我又不缺那火把。防御力加20，用剑增加5%伤害。副手，哇哦，这是个盾，对吧？那挡视野咱们也不要啊。牛逼水桶放在家里，巨人僵尸水桶。绿色蜡烛，愤怒的作者，哎，愤怒的作者长啥样？我看作者长什么样子。这个作者的蛋却黑呀、啊，这作者蛋这么黑。我开索莫德洛了，我记得，我真开了。也许东西应该还在这儿吧。哦吼。等会儿，没事，兄弟们，没事，我捋一下。啊，饰品还在，兄弟们啊，损失不大，真的，饰品还在。啊，作者跟咱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啊，还好了，其实，啊，回咱们家嘛，这，就，什么意思？清空转化桌吗，哥们儿？我跟你讲，你这么玩，我生气了，真的。你这么搞，兄弟们，我们材料是足够做出这个的，大家可以作证的，对吧？这些我们都有。这你这么整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我本来想自己动手做的来着。真是，兄弟们，真是，我本来想自己动手做的，这作者跟我开这么个玩笑，你没意见吧？什么没意见的兄弟们扣一好吧，有意见的兄弟们扣666啊！我这么做对吗，兄弟们对吗？